陆子文，哎哟，呢、这个我记得选上行，选中上行，点呢度选定上行，上行再陆子文，又录我嘅，好，调一只手指再行一次 ，OK， 另一只手指，对啊。O K， 哦，呢个录完之后咧，指纹使唔使保存噶？就除咗呢个测试嗰阵时死嗰阵时要保存，咁就放到呢度蓝色。后嚟我而家授权一个商户，授到21号啊，啊，选中船成行，然后呢度有一个使用授权该商嚟选中我，我叫做测试。O K， 落地。然后呢这里就会显示这个红色框框4号录制剪不能成功，后来点存取按一下它，好，这个箱门就开了、记住这个是21怎么关了的，还有这个 OK